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幻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山谷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拥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小子刘彪啊，藏一手啊！哇，刚出来看起来好像这样阳光男孩，就上去了这样。这种嗓子，小林老师技巧很好啦。嗯，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都可以把自己最好的发挥出来。一匹狼，杨俊文，曲终人散，欢迎他。面对来意不善的踢馆军团。